冒烟了，我先来个蒜芽精。我吃的肥肠呢，这面真香，加点香菜，能吃辣的一定要尝尝这个，真过瘾。这面好吃是好吃，就是有点贵。我这辣椒剪开了一半，就很辣了，就饺子刚出锅，鱼黄毛馅的，哇，真鲜亮，这玩意儿。
了这个古拉克的酱，那这个老香了。半面的泡椒，鱼黄毛馅真鲜着呢，这吧。有粉丝说这是忘了加气啊、嗯、没有啊，没必要啊，吃个饺还整点加气。再说这饺子大不大？